天狼星信息。关于转变仅是一切的开始。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Solomon Jelway。处于永恒的欢乐中，我们感到喜悦地走向你们。事件继续向前推进。时机成熟时所带来的，将是伴随着全球繁荣开始的公告。几个国家致力于为你们带来一个新的金融体系，准备做出一系列重要公告，那将永远改变你们使用许多货币的境界。此外，到现在一定数量秘密的黄金和白银托管系统。准备让你们的全球经济回到全世界贵金属标准。这些事件会导致一个临时通货紧缩。一旦新的贸易到位，全球公平贸易就可以真正开始。这些变化所设置的道路是为了新的治理。政府的腐败和片面政策将会停止。全球内将返回到普遍合作的标准，以及世界和平。现在该是时候去改变你们运行的世界，并且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好去成为参与政府运作的一份子。这仅仅是你们很多新责任的第一步。由天堂现在构想的世界会开始变得完全的参与。你会经由你们的扬声大师、你们国家的临时领导人，以及在一些新的现实的地方政府去接受教育。此外，法律会切换到普通法，在意图和你们宪法的措辞中忠实地遵循着。这一过程会富有成效，并且让许多人感到困惑。这个新时代会因我们的到来，以及你们转化成为全意识的光之存有而达到高潮。因此，现在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地球正从一系列黑暗大师无情运行的位置，改变到一个你们能自由的和负责任的自我表达的地方。这个新的境界会是你们需要更好的去理解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因此，会需要几星期和几个月的期间，用来协助你们伟大的权力转移，从黑暗到光明，以及你们每一个人。你们要做好准备，要成为成熟、有能力的光之存有，高兴地接受所有对你们的期望。这个过程，正如我们所说，需要你去承担大量的新知识，学习如何能最好的去运用它来执行你生命契约的奇迹。你们会被提供你所需要成功的执行此任务的辅导。宇宙就是关于成功、欢乐和荣耀你是谁的地方。每一个成功都会通向另一个。你要建立一个平静的信心。理解这个过程是如何去运作。这些能量推动着我们许多星系的社会，互助互爱和尊重的程度不断增长。我们知道每个个体工作将会提供更伟大的成长。这伟大的神圣集体涵盖所有人类和所有光之存有。它孕育的神圣服务有助于在物质层所展开的神圣计划的预言。我们非常致力于这一点，并且让你返回到你们真实和自然的状态。这种转变在你们的意识里仅仅是个开始。你们现在有限意识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和灵性频率下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天堂在过去40年已经逐渐的提高，然而你们仍远远低于所要求的最低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使用水晶光式，才能重新获得完整的意识。全意识会让你们知识渊博，关于灵性和天堂的无限境界。在你们这3天生活奇迹的期间，你将发现你们的起源。以及获知你们以前生命所接触的。你们也会了解你的灵魂家人，以及你为什么当初要迁移到这个太阳系。你们在这里作为一个特别集体，看顾盖亚、地球母亲和她的许多姐妹世界。一旦这个太阳系被恢复，你们就会了解生命令人惊叹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且还在这个太阳系其他的水世界。太多的未来是你们要学习和掌握的。祝福！我们是你的扬声大师，我们带着有许多的好消息到来。我们的同事现在正完成一定数量将导致所有资金分配的计划。目前，最后一个黑暗势力的密使正在尽一切所能来阻止这一重要的神圣的过程。此资金分配计划行动不能被停止。阿加森人和我们的星际家人正忙于干预和逆转这些密使，这令人发指。阻挡你们的祝福适当被交付的行为。我们主要的商议是如何让这些事件感到最满意。这些事情也会导致伴随着一个新的导向繁荣的金融系统的治理。这些即将发生的事件是为了盖亚和你们不同社会的广泛治疗所提供的援助。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然后提出一些关于新的现实特定的课程，这些是为了一些后续事件所设置的舞台。这些即将到来的事件会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息披露，不仅是我们被祝福的星际家人，也是一个地球内部的完全披露。这些新的现实要求你们打开你的心灵和头脑，对你们所生活的家盖亚有一个全新的画面。地球内部是阿加森 Agartha 星号译著传说位于地球核心的城市，俗称阿加莎、安沙尔、阿加森和其首都香巴拉 Shambhala 的家。许多宗教社团早就知道阿加森以及阿努纳奇 Anunnaki 和他们城市的爪牙是怎么躲藏在这些来自地表的人类的现实中。那些派遣给你们的化身是经由阿加森人为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在这些最亲切的土地上所铺平的道路。曾经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深深祝福那些支持着我们的使命的土地。为了援助这个使命，阿加森人派遣特别的存有来探索你们境界的现实，并且会在必要的时候协助我们。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行动。前方会是一个具体行动的时刻，准备好你们去开始一个繁荣和被光指引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会重新连接到在地球内部的祖先，恢复你们灵性和星际家人的直接关系。记住，亲爱的，灵魂漫长的黑夜即将结束。天堂会告诉你们一个接近恢复到全意识的时间。这个过程会在一些简单的步骤中被完成。初始的部分目前正进行。当这些首要步骤被完成时，你们就要准备好第一次接触。每天，我们都会练习特别祈祷和仪式，让这些初始步骤能迅速成功。此时，我们请求你们优雅地，随着我们聚焦你们的能量，为这个领域实现这些神圣的成就。让我们所有人都被解放，并且繁荣这一境界。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今天我们继续着我们的讯息，让这个由你们所带头的祈祷以及盛大关注你们这个全球人类集体被释放的焦点，去实现开展其宏伟的命运。知道吗，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之中。谢谢收听，感恩祝福。